这季的男生真的都蛮勇的，对吧？跟我们什么意思？没什么，就是我就是说他们这一季，你也挺勇的，你也挺勇的。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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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潘，我接下来跟你说一段话。你是一个温柔的强者，思考者，喜欢观察各种人和事，永远的忠诚和尽责。是不是有点些许的暧昧啊？这样我还读给他。那个小潘，你是一个对生活很有思考的人，感受力也很丰富，有自己独到的看世界的视角。 2000 years later， 对你来说，爱情是所有的复杂都归于一屋两人三餐和四季。你的精神年龄是81。蔡总说真的不错，狗头真的不错，狗头。我觉得就是第一次见面不可能一见钟情，我一定要一件事一件事堆起来。他现在既然是我男朋友，那肯定是90%的事情我觉得都是 OK 的。如果就是从小细节上来说的话，应该是买药。你有药吗？我有药，我有药，你过来抹一点那个药，那个防感染的那个药。因为就是关心你的人用嘴上说的人很多，但是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人他不多。我觉得我越来越懂他了，毕竟我俩这个我们这种恋爱也是这种公开的恋爱嘛，跟正常的恋爱这个太不一样了，所以真的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那种人，所以慢慢的就会发现就是这个生活越来越舒服，越来越简单，然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我是觉得就是万一他是我见过的这些人里面啊，我觉得是很善良的一个人，就他那个善良不是装出来的。路上遇到那种小流浪猫啊，他会就是让我先去那个地方看着他，不让他跑，他回家去拿粮食或者是拿一些他吃的去喂他，就这种真的就是真诚就让我心动，真诚就让我心动。令现场一位异性介绍他眼中的我。他昨天选的谁来着？昨天选的小猴。哦，小猴。我指定小猴吧。那所以现在这不是三是四，今天又多了一位加入了这个，变成四。还有一个谁啊？喜欢小猴女生的嘛，然后就曾曾，然后猴哥，还有这个小孙吗？小孙吗？对，就如果就从这个来看是这样的。等会儿 ，OK。很好相处，然后一个比较温柔的哥哥，他显然是没意思。目前啊，对，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是有点好人看。对，听完之后就是哭笑不得，只能说说得好，说得好，知道了，知道了。你给我做过美甲？啊，那下去吧，一块儿你说一个啊。我们，你别说一个，就是说别人真的都做过的，然后啊，我们又输了。我给你买过李娜贝尔蛋糕。李娜贝尔蛋糕，我这个他们肯定没有。你这样，那就快点了。对，赶紧的。我给他写过歌。可以可以。哎呀，我就让他俩说吧。怎么样？你想到了吗？我不用想了吧。我也不知道，这个确实有点难。有点难。我想想啊，我们俩一起去过青岛。我坐过他，坐过他的副驾。有。那我放。我听你说吧，他给我谈过梦中的婚礼。结束，好了，包餐吧，快点。做多少个？没说多少个。十个吧。五个就可以了。五个吧，三个也行。
了。你别看了吧。我今天有点太困了。行，我可以。行吗？可以。不好意思，我哎呦，我怕出危险。这有什么道歉的？我觉得这也是个细节，真的，就是你就不想。现在是怎么？谁坐我的车？嗯，走了，直接。啊？他真的是有细节，因为他刚刚说我不想看你吃，我今天有点困，我觉得这个信号蛮明显的。你困的话，你可以说那我坐你副驾，帮你看看路，你开。但他直接是拒绝，然后上了别人的车，结束了他俩。就我站在女生的角度嘛，我会觉得这男生完全拒绝我了。我也觉得有道理，你说的这么一说。但我觉得一给了曾曾，曾曾很帅的，曾曾。但是没有行为啊，就是不需要行为啊，可能有没播出来。这不是够四个人了？那这样就再让女生再选咯，哦，让那个发起人再选咯，是吗？我觉得应该不行，真他们在这 battle， 要我跟你说，咱俩石头剪刀布，你输了你撤。贴这边吗？看不懂，打起看不懂。都想选这个，就比吗？石头剪刀布吧，石头剪刀布吧，来吧。对啊，我就是觉得石头剪刀布。我感觉有的时候男生也是需要被逼一把的，他们每一个感觉都被逼上了绝路，那就是命了。是吗？